虚寂寞冷，来看幼儿说电影。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优酷热播剧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。小红可以说是备胎中的战斗胎了，在秋水身边一等就是七年，但是秋水一直犹豫不决的态度让小红很是失望。与此同时，在酒吧驻唱的摇滚歌手喜欢上了小红，小红不开心时也会到酒吧宣泄情绪。终于，小红和摇滚歌手还是玩过了火。小红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少女了。不过，深爱秋水的她并没有选择让摇滚歌手负责，只是彼此再不相见。倒霉的是，小红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，而又不想让秋水知道，所以想做药流。无奈医生警告小红，她的身体情况有点复杂，必须做手术才行。虽然小红让知道的人保密，但是同在人和的秋水还是知道了小红怀孕的事儿，顿时就崩溃了。小红出院之后和顾明在饭馆吃饭，意外撞见了来吃饭的秋水，房间里的火药味顿时就起来了，两人又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。我问你啊，现在你最不该爱上的人是谁？我要你的是不是作？他作今天这步是不是都是他妈自己做出来的？是不是？虽然张一山对小红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行为非常不满，但是当初你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小红呢？不知道大家对秋水的做法怎么看呢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互动一下。本期就先唠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